Let's go. Hello， 大家好，我是 Audrey。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燃、非常有趣、以力量型为主的训练。当然，虽然是一个力量训练，它也包含很多有氧可以提升你心率的地方，所以是一个非常完美的有氧无氧结合运动。那今天的训练呢，你需要用的器材有一副5磅的哑铃，也就是2到2.5千克，和一副10磅的哑铃，也就是4千克或者5千克的哑铃。当然，我知道很多小伙伴家里并没有10磅的哑铃，那怎么办？在很多运动中，你可以用2个5磅来替代，虽然它轻了一些，但是其实你可以理解为你的动作可以做得更加精准。如果说你做完这个运动觉得不够，你可以下一次再加一些别的东西，或者是再去买一副10磅的哑铃，你完全可以用5磅替代掉。有的运动中我会拿一个10磅的哑铃来做，那你就可以将2个5磅相叠加去拿着。对，这也是一种很好的替代方法。另外呢，如果你看到现在，我非常希望你能在留言或者弹幕里告诉我，你的家里是否会备着10磅的哑铃，因为这个关系到我以后设计课程中是否要用到这一个器材，所以我非常希望大家能在留言中给我反馈一下，家里有没有4千克、5千克这样重量的哑铃，因为我知道很多我的练习者以瑜伽和普拉提为主的，所以如果没有也很正常。那我以后课程设计中呢，会考虑到这一点，去做更适应大家的一些改进。OK， 废话不多说了，我们直接开始吧。今天的热身，吸气，双手向上举，呼气，双手放下，哈，再次吸气向上，呼气，哈，非常好，第三遍，吸气向上。呼气，放下，好，左手延伸，右手触左手，展开，触碰，展开 ，reach， reach， to the side， to the side， give me two， and one， now we have reached to our foot， extend， 去触碰左脚脚踝，展开，左脚脚踝转体，展开。最后一下，非常好。接下来我们将两个动作结合，向左打开，触碰脚踝，展开；向左打开，触碰脚踝，展开；向左打开，触碰脚踝，非常好；向左打开，触碰脚踝，还有两下，很棒。现在你的整个侧边身体应该非常有延长感，很好。换边 ，reach。Reach to the right, to the right. 向右，向右，双手相触，相触，非常好。现在我们加入左手去碰右脚踝，展开。左手去碰右脚踝，展开。如果说你的身体柔韧性还比较一般，没有办法碰到，没有关系，你可以不用蹲得那么低，你可以去碰自己的小腿，可以去碰自己的膝盖。Reach, reach, 非常好，再来两下，最后一下，很好。接下来我们结合两个动作，向左去碰脚踝，向左，非常好。注意转体是从你的核心开始的，并不是在转胯，尽可能胯骨保持一定的稳定性，利用核心的力量转体，看到吗？腹肌其实是会有反应的。转体，侧转延伸，好，转体，侧转延伸，最后两下了，转体，侧转延伸，非常好，最后一下 ，beautiful job，OK，、okay, 接下来我们来膝盖，哇、哦，说错了，接下来我们来肩膀向上，向后放下，向上，向后放下，非常好，向上。向后放下活动，我们反过来，向前，向前，最后一下，很棒。Reach, reach, side to side. Give me 8, 7, 6, and 5. Just 4. Last 3.
Last two and one， 很棒，热身就完成了。今天的热身真的是很轻松，但也觉得很有效。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我们今天的 Plank Series。来到你的瑜伽垫之前，没错，我们一开始就是从 Burpees 开始的，向上，手撑地，跳下，俯卧撑，向前，跳跃。如果说你的膝盖或者腰部有任何的不适，你可以忽略跳跃的动作，以慢慢踏过来的形式去完成。那如果说在我上起来跳跃的时候，你可以做一个深蹲，非常好。我们再来四组，再来三组，再来两组，非常好，最后一组。好，来在 plank 之中呢，我们来身体向后向前，身体向后向前，向后向前，向后向前，向前冲，向前冲。现在加入手臂，手臂每一次向后交替的手去触碰交替的脚踝，左手触右，右手触左，左手触右，右手触左，尽量保持核心的稳定，非常好，非常好。交替，交替，再来四下，三下，两下，一下，好，俯卧撑 ，down， 40 and up， 俯卧慢速，向下，向上，非常好，再来两下慢速的，向上，最后一下 ，eight singles， here we go， down， up， down and up， lower， lift， lower， lift， give me four。Just three, nice and easy. Two, 来 one， 很好。接下来我们又要进入 burpees， 这次是单手的版本。没有做过小伙伴可以看我做一次。现在我先以右手为例，单手跳上去，再起来。如果说单手非常难，就继续做双手的也是一样。非常好，起来，跳，跳，起来，再来四下。非常好，三下，最后两下，最后一下，非常棒。好，换边，左手右手，这次换左手撑，右手在后，右手左手撑地，右手在后，左手撑地，跳跃跳跃起来，左手撑地跳跃跳跃起来，非常好，起来。起来，最后两下，最后一下，呼，非常棒！双手撑地，继续做这个动作，弯曲膝盖，延伸，弯曲膝盖，延伸。注意我的核心，我始终没有那一个臀部翘起，身体呈三角形的状态。你的身体保持的越低，核心越收紧，肋骨越不外翻，做的就越对。这个动作我很多次。我先做一个错误示范，就是这样子，这样子，这样是不对的，保持在一个低位，看到吗？我尾骨是内收的，非常好，加入手臂 ，in four， three， adding hand tap in one， OK， tap back， tap put back， tap and tap， so left hand， right hand， tap。And tap, squeeze, 核心稳定，臀部可能不可避免会有一个轻微的晃动，但是不要让这个侧转幅度太大，尽可能控制它。Tap and tap, 这个有氧效果真的很好。Eight, seven, 一边做一边讲话已经有点困难。Five, just four, just three, we go to push-up in two.And one, nice push-ups. Down, four, two, up, four, two. Slow and control. Down, four, two, up, four, two. Lower, lower. Lift, lift. Last one, slow. And lift, two counts of eight. Down, up, lower, lift. Squeeze. Exhale. 吸气向下，呼气上抬，向下上抬。吸气，呼气，吸气。
呼气，最后八、七，你可以的，六，可以在膝盖上做，五，最后四、三、二、一，不好意思，欺骗大家，再来一组 ，eight, seven, I know you can, six, don't give up yet, five, just four, last three, give me two, and one last count of eight, seven, 如果想休息可以休息，但是我知道你可以的，可以在膝盖上做 four, just three, last two, and one hold the push up down.Hold the push down, actually. Hold for four, for three, for two, and one. 现在来到你的肚子上，非常好，手可以放在地上。如果说你不需要看我，可以头枕在地上；如果需要看我，可以看一下。我呢，为了讲话，头也抬起来。好，腹肌收紧，吸气准备，呼气上抬，吸气准备，呼气舒展上抬，尽可能保持腿部的延长感。吸气，呼气，吸气。呼气，如果胯骨疼痛，可以拿一个毛巾或者拿一个垫子放在你的双胯下方。上抬，非常好。Eight, just seven, six, with control. Five, 这个动作做对的要点在于核心收紧。Three, two, and one, tiny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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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ft and lift. 核心收紧是要点。尽可能保持腿部延长感 ，up and up。如果说你核心没有收紧，可能你会觉得自己腿能抬得很高，但是其实是左无用功，没有那种臀部挤压的感觉。来，你 up， go eight， six， just four， three， two， one。现在弯曲，延伸，弯曲，延伸，膝盖弯曲，延伸，弯曲，延伸，非常好。很棒，四、三、二、一，好，勾起脚尖上来，上台青蛙腿，膝盖是打开的，脚后跟是并拢的，可以 press and press， 核心收紧，利用臀部和大腿相接的部位的力量 ，press up and up，lift, press it up。如果你核心不收紧，这个动作很伤腰哦。所以我真的强烈建议你不用抬得太高，找到那个正确的感觉，在正确的感觉中非常小幅度的去做，那才是对的。不然的话，你做的也只是代偿的工作而已。Press, lift and lift. Go eight, seven, six. Don't count. Five. Just four. Just three. Just two. Hold it up in one. Hold for four. For three. Just two.Last four, good work, 非常好。那起来之后呢？相信刚刚的平板支撑不仅让你心率提升，核心、手臂、腿部全有练到。OK， 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一组手臂系列的动作。这次呢，也是我们这堂课唯一会用到轻一点的五磅哑铃的部分。OK， 现在可以面向我，你可以看我侧面，我先侧面给大家展示一下。吸气，准备。呼气，慢慢的上抬 ，up for two， down for two， go up and up， 一定要匀速慢速 ，lower and lower， 尤其是你放下的时候，走得越慢越好 ，up and up， lower and lower， squeeze up， squeeze lower， 注意我的哑铃其实都没有碰到大腿，一直在控制 ，up for two， down for two， squeeze up。For two, lower. For two, 好，侧边延伸。Up, for two. Down, for two. Squeeze up, squeeze lower. Have four more. 匀速慢速的放下。Three. Lower down. 越慢越好，你做比我慢都可以。Last two. 哦，天哪，好有感觉。Last one.我对大家要求是尽量哑铃不要碰到你的大腿。OK， 现在我们继续向前放下，这次是四组，三组，慢速的放下，好，两组，慢速的放下，最后一组，慢速的放下，好，侧边四，很好，三，很好，越慢越好，
二，很棒，大家坚持。一，很好，最后我们向前两下，匀速，最后一下，非常好，侧边两下。如果你做对了，你现在应该整个人是抖动状态。一下，很好，我们最后向前一下，好，向侧一下，非常好。现在我们加快点速度 ，Go four, three, two, one, switch to the side, four, three, 非常棒 ，two, one, OK, forward, four.虽然加快了，你的下面下方还是非常有控制的。One， 看好控制。Last four， 控制下来。Three， 非常好。尾骨轻微内收，我没有翘臀，注意。And one， 大腿始终用力。Four， three， two， 很好。And one， 如果有镜子的小伙伴一定能看到，特别 four 自己的肌肉、手部力量。完全的被调动起来 ，last two and one， 非常好。接下来我们要换动作，哎呀，我的右脚调整一下，是 L shape。OK， 现在先左手向前，右手向侧，来 ，L lift， L lift， go up and up， last four， just three， use your core， two and one， now we switch。好，现在是右手向前，左手向侧。Eight, seven. 注意肋骨不要外翻哦，肋骨收紧，核心用力哦。Four, three, two, and one. Beautiful. 现在我们左手向前，右手向侧，换边。Just four, just three, two, and one. We switch. Just four, just three.Last two and one， 再来一组，换边。Four, three, control the lower. Two and one. Now we switch. Go four, control the lower. Three, you can do it. Last two, last one. Okay, now we switch again. 这次是两下。Two and one. We switch. Two and one. Then we switch.Two and one, switch. Two and one, two more steps. Switch. Two and one, we switch. Two and one, last set. Two, one, switch. Two and one. Woo! 非常非常的有挑战，对不对？我也觉得这个运动很难。我们最后再来一组，向前八下，向侧八下。这个运动就完成了，相信我，你明天手臂不酸，那你可能是超人。好，我们向前 ，eight， seven， 慢一点 ，six， and five， control the lower， just four， last， three， last， two， and one， okay， to the side we go， eight。Seven, slow and controlled. Six, 我觉得放下是最难的，相信你做对一定有体会。Five, just four, last three, last two, and one. Woo, 怎么样？我觉得我真的每次做这个运动我都会酸痛，明天也是一定的。不敢让大家拿十磅了，因为我觉得十磅的可能有点伤关节，尤其是我这种本来骨骼就是比较偏纤细的女生，其实拿太重对关节真的不好。OK， 好，但是我们要拿接下来重的哑铃了。不过我们不是去做什么手臂的运动，我们还是做以臀腿为主，带到一点肩膀和手臂的运动，所以大家不用太害怕。OK， 好，接下来呢，我们先来一组 deadlifts。双脚分开，两个哑铃拿在前面。现在我手上是有二十磅，如果你只拿了两个五磅叠加十磅也 OK 的，不要紧，也是很有效果。我们下蹲，上抬，下蹲，上抬。注意，因为是 deadlifts， 所以我更看重的是你的背部的平直度，对，身体向后。如果说我说的是
squats 就深蹲，那我可能会让你膝盖弯更多。对，练习的部位是很相近的，但是我也有不同。如果说你实在 get 不到，我说 Dallas 身体向前，膝盖如果没有弯那么深，就忍不住会觉得有点别扭，那你就做深蹲，效果一样很好。你也可以拿床，非常好。Down and up, lower, lift, lower, lift. Eight, 非常好。Seven, 加油。Six and five.Last four, last three, last two, and one. 非常好，现在我们换单腿的，两个手拿好你的哑铃，现在右腿在前，左腿在后，来到了一个 short lunge position， 就是腿分的不要太开的那种 lunge。现在我拿哑铃的手会变一变，我会这样子拿，这样对我来说更稳一些，因为我手比较小。好，现在半蹲状态，吸气，准备呼气，上前。吸气，呼气，向前。大家应该如果做过我之前比较长的运动的小伙伴，应该有接触过这个动作。向前，向前，非常好。向前，我们不需要做很多个。向前，注意，我不是用手的力量来甩，而是用臀部力量撑离地面的时候，自动的带动了哑铃。这个真的带有很多有氧成分，所以我们一边讲话一边做会比较累。呼气上来，如果太难可以做慢一点，最后四三二一，非常好，保持下蹲，看你 d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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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dip。双胯处于同一水平面，不要右胯在前，左胯在后了，保持控制，利用核心 ，dip dip dip and dip， eight seven six and five， just four， just three， last two， last one， 好，保持在低位，左脚向右侧，向左侧，向右侧，向左侧，如果可以放后面一点也很好。好，身体前倾，保持不变。现在我们的右腿坐回支撑，应该很酸痛，加油，你可以的，很好。Eight, seven, six, you got it. Five, just four, just three, last two, and one. 非常好。现在站起来，不要放下你的哑铃，仍然右腿作为支撑腿，哑铃在前，作为一个平衡用的东西。吸气，准备，身体前倾，呼气，抬左腿，吸气，呼气，抬左腿，吸气，呼气，抬左腿，吸气，呼气，上抬，最后四、三、二、一，保持在一定高度，抬你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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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up， lift lift， squeeze and squeeze， eight seven six five， just four。Just three, next two, and one, hold. 非常的好，好，放掉一个哑铃，另一个哑铃准备好。这次呢，将哑铃放到我们的右腿后侧，因为放到右腿作为支撑腿，做了很多大腿外侧、臀中肌那些的运动。现在我们来练习我们的臀大肌，吸气准备，呼气，上抬 squeeze， 吸气，呼气。上台慢速 squeeze， 注意膝盖不好，腰不好，不要拿哑铃，徒手做效果也非常的好，或者你拿很轻量的，一磅两磅的就够了，不然真的挺伤膝盖的，也挺伤腰的。大家一定要做自己最好的老师哦，千万不要好高骛远，循序渐进才是长久健康运动的真谛。吸气，呼气 squeeze， 吸气。呼气 ，squeeze， 非常好。吸气，呼气 ，squeeze， 吸气，呼气上来 ，squeeze。匀速慢速的去做，你才能全程感觉到这个哑铃给你的加难。当然，你不拿哑铃也是，匀速慢速去做，更加能感受到自己的肌肉控制。最后四下，非常好。三下，很棒。
两下，太棒了，最后一下保持在状态，你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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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up， squeeze squeeze， lift and lift， up up， we lift and we squeeze， go 8， long count 7 6 and 5， just 4 just 3， last 2 last 1， 好，勾起脚尖 squeeze squeeze， 挤压哑铃，挤压哑铃，Squeeze, squeeze, in and in, 大腿靠近小腿，靠近小腿。Squeeze, squeeze, in, in, squeeze and squeeze. Go eight, seven, six, and five. Just four, just three. Last two, last one. 非常好。现在膝盖向外打开，向内，蝎子腿，向内。好久没有做这个动作，再一次讲一下要点。你的膝盖向外的时候，臀部、胯骨不要翻开，胯骨仍然保持平直于地面。不确定可以将自己的左手放在背后去感受，打开向内，打开向内。Four, just three, last two, and one. Hold it out, tummy up, up, up and up. 现在是膝盖向外打开，骨盆仍然是在同一平面上，平行于地面的。Up.Up, tiny squeeze, tiny squeeze. 如果你做对，范围一定不会太大。如果你觉得动作范围很大，那你很有可能需要检查一下动作。Up, up, tiny squeeze, squeeze. 在你所能抬的最高，再高一点，再高一点。Four, just three, last two, and one. Woo! 非常的有挑战。不知道镜头你能不能看到，整个脸都红了。而且一边讲解一边做，真的有上气不接下气的感觉，它是非常完美的力量和有氧的结合，既提升心率，又能锻炼我们臀部、腿部完整360度的力量。哦，接下来呢是另一侧，我会减少一点点讲解，自己也偷个懒。好，但是我也会给大家讲要点的。OK， 好，我们的双腿分开一些，两个哑铃放在中间。现在是像蜡烛一样拿着，好，吸气，呼气，上抬，吸气，放下，呼气，上抬，慢速，慢速，还有八下 ，six， four， two， and one。OK， hold it low， dip， dip， dip and dip。身体前倾，向左，向右，腿可以放后一点，左，右，
左右左右左右 ，eight seven six and five tap tap three tap tap that's one， 非常好。仍然左腿作为支撑腿，哑铃拿在前面，做一个平衡，吸气准备，呼气上抬。五、六、七，好，大家保持在上，抬起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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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up， 胯骨在同一平面上。如果累了，您可以休息，不要做错哦。Eight, six, four, three, two, one, hold， 非常好。放掉一个哑铃，你不需要它了。好，哑铃放在左腿。膝盖后侧，注意腰不舒服，膝盖不舒服，拿掉。你可以另一边舒服用，但是这一边不舒服呢，你就 modify， 保护好自己。吸气准备，呼气匀速慢速上抬，吸气，呼气，做的越慢越有控制越好。如果说你没有十磅哑铃，你可能会担心，哇，我只用五磅，或者我没有拿哑铃，做的是不是太轻松了？我告诉你，完全不需要担心，因为如果你做的是对的，不拿任何重量，你都会觉得自身的阻力已经让这个运动足够有挑战了。有的时候我会刻意不拿任何重量，就为了好好完善自己在这个动作中任何可以进步、可以更加有意识去调动的地方。我觉得这才是运动的真谛，不是说拿什么很重要很了不起的器材，而是真正了解你自己的身体，倾听它的声音，永远对待它都带有一种谦虚的心情心态，面对它的时候永远试图更加了解它的实际需求，而不是我们过于自大，给它安排这个或者那个的任务，认为它应该是怎么样。我们的身体没有什么应该的状态，任何能够健康运动的一天都是值得感恩的，不是吗？呼气上抬，放下，呼气上抬，放下，最后两下，最后一下，保持在上。 up up lift and lift squeeze squeeze lift we lift 抬你啊，抬你啊，在你所能抬的最高，再高一点，再高一点。 8 7 6 双胯在同一水平面上。 5 just 4 last 3 last 2 and 1好，勾起脚后跟， squee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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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squeeze in in squeeze and squeeze， 小腿训练大腿非常难，保持你膝盖的高度，如果可以的话，非常非常的有挑战性，是内部做功，哪怕不拿哑铃这个动作也很难。 8 7 6 squeeze 5 squeeze 4 3 2 and 1非常好，现在可以重新勾起脚也可以，绷着都可以，向侧面打开，向内，这一条腿你应该可以看得更清楚，我的胯并没有一个打开动作，不是这样，不允许不好意思，我有点严格，双胯平行于地面，打开向内，打开向内，最后六下，有控制的，五下，四下，可以用右手去感受一下，三下，最后两下，最后一下，保持在外，抬你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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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up， 这里我真的建议大部分练习者拿掉哑铃，因为我是练了这个动作五六七年，才现在可以拿着哑铃做，不然你很有可能过早的使用哑铃是做不对的，尤其是十磅的。Up, up, lift and lift, go 8 7 6 and 5, you got this, last 4, last 3, last 2, and 1, hold it up, 4 4 4 4 3 4 2 and 1. 真的很累，非常的难，
如果你这一次想挑战自己，用了重的哑铃，但不确定自己做的对不对，没关系，下一次你可以不拿哑铃来做一次。如果你不拿哑铃也做得很有感觉，说明你的身体意识已经足够了。 OK， 好，接下来我们拿好这一个哑铃，来到我们今天的腹肌系列，也是今天的课最后一个运动。因为今天我不想出一个太长的教程，很多肌肉力量，很多有氧，你不需要运动太多的时间，不然反而抵抗力会下降。 OK， 好，我们的哑铃举过头顶，吸气准备，呼气上抬，慢慢的上抬，哑铃去碰脚尖，上抬向下，然后非常匀速慢速，哑铃保持在头顶的状态下下来。对，你做的越慢越有控制，这个运动就越有效。哑铃去碰脚尖，上抬，慢慢，非常好，很棒，平速慢速有控制，哑铃触碰脚尖，如果十磅太重，你肩膀有伤害，我可以拿一个五磅或者一个三磅，或者不拿，上抬，上抬，上抬慢一点，如果太快，真的利用慢点就感觉不到难点了，慢慢，慢慢，腹肌非常好，太好了，上抬，上抬，上抬。触碰脚尖，上抬，好，最后一下，好，真正的难点来了，现在。我们抬右脚，左脚，手举过头顶是橄榄板，普通的我建议你现在展示，手放在侧边，稳住你的核心，背部不要离地去做，这是非常高的要求。如果你觉得太难，腿抬高一些，对，腿抬高一些，做慢一点，稳一点，核心不要这样离着地去做，收紧了。然后橄榄板是头手举过头顶，但是不夸张的说，我觉得就算你现在有五六年的运动经验，但是第一次接触这样的动作，可能手举过头顶，你的核心都会有一定程度的compromise， 就是一定程度的代偿和牺牲，非常好。最后八七收紧，六五好，很好，四三，接下来腿部保持不变。最后一下哈，加哑铃上抬，哑铃上抬 ，right left， 加油，右左呼气，四三二一，非常好，现在只有右腿上抬放下，上抬放下。最后四、三、二、一，很好，左腿也是实现。再换边，左腿准备好，吸气，呼气，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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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四、三、二、一，非常好。把哑铃保持过头顶，右抬，右腿，左腿，右腿。左腿仅仅是核心控制，我觉得就已经超级难了。注意你的这里有没有离地，拿手去感受一下。如果离地了，手撑在地面上，然后可以腿抬高一点，腿不用要求自己能碰到地面，腿在这个位置上会容易一些。对，上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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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腹力量，上抬，上抬，很好。Squeeze， squeeze， up， up。Up and up, lift, lift, squeeze, we squeeze and weights. 现在左腿、右腿上抬，上抬，注意核心。右、左、右，最后四、三、二、一，非常好，很棒。最后一个动作，
要举起腿上抬后腿 8 7 6 use your core 4 3 2 last 1 good work 非常好哑铃先放到一边来到一个仰卧的姿势将你的膝盖打开双脚并拢好左手放在胸口右手放在肚子上深深的吸气深深的呼气、啊、再来一遍深深的吸气深深的呼气、啊、感受到这个运动给你带来的滋养和给你带来的疲倦吸气呼气、啊、倾听自己身体的声音感受自己的心跳随着每一个深长的呼吸慢慢降下来深吸气深呼气我知道很多小伙伴在做我的运动的时候喜欢计算卡路里也喜欢看着运动手表来记录自己的进程我觉得这是一件无可厚非的事情这样做也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我希望你把这个数字只当做一个不是很重要的参考或者你就不用去特别在意它因为你真正运动的好处是远远超过一个模糊的数字可以替代的我们的人体是一个非常精密非常奥妙的结构它并不是我们现有的人类探索营养学也不过短短几十年能够总结出来的所以我觉得大家运动的时候更加注重内心感受更加关注力量成长而不是卡路里消耗你心态更加健康当然那个数字也是有一定意义的它也可以用作一个比较随意的参考物看自己的进步但我希望大家不要被它束缚深吸气深呼气而且有太多的别的因素会影响这一个呈现的数字的结果比如说你拿了几磅的哑铃比如说你当天的状态你前一天的睡眠它有一定科学性但不代表它是百分百科学百分百可以依赖的但我觉得更值得信任更可以依赖的是你自身的灵性你自身的感受深深的吸气最后一次将整个腹部腔都充满深深的呼气哈 Lion's breath out 像狮子一样慢慢睁开你的眼睛慢慢活动你的手指匀速慢速的甚至如果你想再在这里再冥想一会儿再呼吸几下也可以你可以忽略我接下来的指导继续休息但如果你准备好离开活动你的手腕关节慢慢的将你的膝盖合起来活动一下脚腕关节将运动带到你的手臂如果可以慢慢的撑起来找到一个舒服的坐姿面向我深深的吸气双手向上举呼气双手合十谢谢大家真的非常感谢你又和我一起完成了这个运动每一次和大家运动呢都是我的荣幸如果你有任何别的想看内容关于这节课的反馈给其他练习者分享的练习心得小 tips 都欢迎你在留言和弹幕跟我分享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一如既往的信任和支持我们下一次再见吧拜拜对别忘了告诉我你家里有没有十磅哑铃哦因为这会影响到我接下来的课程设计中是否要运用到这些器材谢谢你们我们下一次再见吧拜拜